老师的靠近，对，这是几倍 ？OK。你什么哭了？对不起，这个时候我不知道应该怎么面对你。现在分手也不要再说再见，这样感伤感有够啊，好吗？我想我只要微笑就可以了。你不要再说，人生不是忙着活就是忙着死。不要等到生命快结束，才发现自己从来没有真正的爱过。人生中有些我们很在乎的事情，其实一点价值都没有。下一次的人生，我们要多笑一点，多爱一点。我们再也不要这样害怕。你根本不了解什么是真正失去，因为那只有在你爱过的东西胜过自己的时候，才会体会。你是不是忘记我了？不会，就算我死了，我都不会忘记你。哎，两位。